You guys, I just passed security, so it's Wednesday, the day before Thanksgiving. Oh my god. Los Angeles airport is a zoo. I've never seen so many people just piling up. I am flying back for Thanksgiving to surprise my parents. So I didn't tell them I'm going back. I just want to surprise them and see what their reactions are. So it should be pretty funny. So hopefully I'll film some footage for you guys as well. I hate traveling during the holidays, and this is literally like my worst nightmare. But I'm glad I made it. So I'm gonna head to my gate and then wait for my flight. Hello. 13个小时之后。 我已经在北京时间了，所以现在开始说中文。今天早上到的成都，然后回到家，把我父母吓了一跳。我当时好激动，所以都忘记要录视频了。然后现在是11月份，然后家里真的很冷，就是这里。 南方家里都没有暖气嘛，所以我就穿这个特别厚的棉衣。你看，然后像一个熊一样，我每次回国的时候都会穿这种，就是在家里面特别厚的棉衣。这真的是，我觉得是特别有中国特色。然后今天现在是下午2点，但是我觉得我已经有一点想睡觉了，因为是洛杉矶西部时间的晚上10点。然后我就看我。 今天能够熬多久，然后 before I passed out。 大家好，看我的拖鞋，<笑>我妈给我买的拖鞋真的是太可爱了。Hello， Hi。这个小的是咋个组的？记得。 洛杉矶，不是洛杉矶。大家好，今天真的是天气最好的一天，所以我想出去买一个 Starbucks。但是空气还是不是特别好，就还是雾蒙蒙的，所以我现在 reading。 Feel like I'm back in high school again。 今天是 day 4。今天现在先去跑一个晨跑，然后忘记戴口罩了。看这边有人在打乒乓球，有人在打羽毛球，然后这里还有人在做早操，类似于。 大腿，国民运动场啊！今天出来表妹吃饭，然后这几天真的是倒时差超痛苦倒的，晚上都睡不着觉，然后早上起来这个眼睛简直就是肿的。然后现在在成都的市中心，现在这边修东修的完全都修遍了，然后根本就。 我根本就找不到哪里是哪里，超多人呢，就在川西路。
然后这里是 IFS， 这个名字真的好搞笑，叫 International Finance Center。今天来吃这个特别出名的，据说叫烤酱，是吃烤鱼的地方。是我表妹，我堂妹推荐的。哇，今天完全没有人哎。哦，太好了。这个饭店也在放李国庆哎，李国庆就是以前成都很出名的一个散打的一个说相声的。哇，这个感觉还挺好吃的，这烤鱼还是还挺好吃的。现在在等我的堂妹。不吃火锅就吃烤架，天天排队的麻辣烤鱼。哇，这鱼的真的感觉好好吃。我觉得我应该要点一个经典烤鱼吧。这个是青椒哎，平花椒，可以吃了啊。哇，这烤鱼真的太爽了！哇，它的豆腐很好吃啊。太爽了，吃。哇，网红哎！网红，太网红了。今天是第五天 ，Day Five。我去好利来买了一些东西，好利来。就是当地的一个就是 bakery， 但是它的做的点心非常好吃，而且都是那种我超喜欢的那种酥的，像这个是那种蛋黄肉松，然后我对这种东西超级没有抵抗力的。昨天跟我表妹一起去吃的烤鱼，然后啊，超辣的那种成都的烤鱼，然后还有放了那种青花椒，然后特别麻，然后早上起来就开始额头上狂冒痘，哇，就已经不承受不了那种辣了。Emergency shelter, what for what? Earthquakes? 我洗澡，吃啥都要澡。哇，这个好急。我好爽，我觉得让你养。好乖哦，好可爱，仙桃。就打开可能是这样子的。这中间这个是什么感觉？有点像芒果耶，我尝一下哈。哦。什么？果冻。果冻哦。今天是 day six。今天是在成都的最后一天，我现在出来走一走。看这个银杏树好美。在这个河边上，好漂亮！我小时候的时候很喜欢银杏树。什么叫微腐败？准备起飞啦，祖国再见，成都再见，美食再见，我会再回来的。